以吗？我帮你拍好了。可以啊，你帮我拍，你都一直在拍我的屁股。那我上去，我帮你。Woke up, told myself to push and never stop. I've been stressed out, watching both these hands around the clock. With my eyes wide, trying to get the panorama shot. Whole world getting blurry to me, answers getting lost. So I watch my back and keep it moving to the front. And remember that the world's yours, do it how you want. You'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too long,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move on. Realize that there's real lies and these real times will be strong. I've been waiting all my life. 有啦，有带啦，有带。哎呀，到底现在几点几分？到派出所。哦，到派出所而已。这边是大洞派出所。台中真的是一个好天气，蓝天白云的天气。7:39，来爬，今天要来爬烟嘴。烟嘴的话，要先到大洞派出所先入山，要申请入山证。是他吗？不是他，是他吗？不是他。好，不是他。他说他在睡觉。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台车。哎呀，是你！我看不出来是你，是反光。真的？啊！好多车，很多人吧？这边塞车，上去也塞车吧？只上去鸢嘴山，然后从鸢嘴山直接下来的话，嗯，就是走这个出来。对哦，如果是只单只走鸢嘴的话，没有要走到少来的话，就从这边下。对，可以从这边下。那，如果你不从这边下来，然后沿着少来山下一直往前走的话，会到少来山。嗯，对对对，懂了。今天我们走烟嘴，你看我就知道你在笑我。我们今天五个人，然后呢有四个人是我的硕班同学，然后一个是雅雅。这样我讲不下去啦。我们今天早上是5点从云林出发，然后来这边，这边是在台中的新竹和平区，然后今天走鸢嘴，然后鸢嘴的话要先，刚刚我们在大洞派出所要先去做登记，然后登记完上来，我们有两台车，那一样是 A 点进 B 点出，我们就把我们先刚刚是先去31K， 在后面一点点有那个烧来的登山口。算是我们的终点，今天的终点了。那我们就把一台车先停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五个人坐一台车下来。现在这个我们要即将要走的鸢嘴的登山口，牛奶介绍的是，如果你只是单纯走鸢嘴的话，就可以从那边直接下。那我们下次直接走登山口。那今天路线是从鸢嘴走到烧来，我们没有走来回，我们就是走一直线。这边是27K 处，那边有招牌。那终点的话是在31K， 再过去一点点。所以大概有将近快4公里左右。我们先去上厕所，这边有厕所。我们从这里5.5K， 总共走5.5K 左右，走了0.25K。大家啊，好喘，大家纷纷的脱外套了，很热。来到了鸢嘴烧来步道的岔路，平了，这边有点平了。不是的，横岭山隧道口跟鸢嘴山，鸢嘴山是1K， 然后我们开始往右边走 ，OK 吧 ？OK， 可以啦。你要为了4年后的连任，好吗？跟韩国语连任，好吗？陈吉麦，我等下帮大家带近一点的镜头，看他超级像陈吉麦的。查卡可以吗？可以。气喘如蔡雅嘎，还行。答应他帮我背空拍机，我自己有一点点。一路往上，可是有绳索可以拉，所以还好。然后都是遮阴处，好像是12月，今年算是暖冬了，所以没有那么的冷。然后天气很好，所以穿一件就够了，一件薄薄的衣服，因为陆陆续续我们把刷毛的跟防风外套都脱掉，现在热度是有的，还好没有很晒。哎，上到了平台，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休息点而已吧。看一下，帮我拍一下。困了，半个小时。对，在这里，在这里，有没有像？有像吧，对不对？哦，跟他说来真的是太光荣了。市长，我马上迁户口，迁到高雄投你一票。我们继续支持韩市长。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要志气啊！没关系，那个4年后。
爽。为什么很爽？就是一般的爬山不一样。对啊，这个至少会动脑，不然一般爬山会很无聊，你知道吗？对，这个真的有一点小难度啊。但是至少，我觉得爬这是轻松的，因为你每步都走得慢啊。上楼梯就好。对，上楼梯，刚前面那个快扯屁了。他那个太陡了，要把这次整点了，那个手皮了。原来是这样，工程化是吗？这完全是工业工程思维。什么鬼？啊！只要经过完凉亭就那个大石头。雅雅走超快的。雅雅，你昨天吃了什么？其实我踢腿耶。你踢腿？我前几天功能性训练到现在也是酸的。是啊，我也踢腿。为什么你踢腿可以走那么快？我马上到了。啊，这么短？对啊，我也觉得很快。我们到了。嗯，9:56哈，差不多了，就1公里而已，比我想象中的近呢。登山杖收一下了。登山杖收起来。对。哦，你可爱的玩具可能要收一下了。哎，对，对对对，算了，太危险了。还记得我以前？哎，哇，超美的。呜呼！哎，你这样拍也可以。可以。真的层次感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我觉得很美啊。啊，真的。超美的，拍一张好了。我用你。哎。呼。我就给他往上这样子拍。超美。有人卡住，有人说不敢上去了，所以现在塞车中。哈哈哈哈哈！你抓好再上去。对对，你慢慢来。慢慢。屁股。你屁股上不去，大哥好厉害啊！对啊，上不去对不对？你刚刚知道为什么大哥为什么脸表情僵硬的吗？好，你知道为什么刚刚坐下面了吗？我觉得真的可以吗？可以。好，等我。这边是一个打卡的，很好打卡的景点，超赞的，小心哦。我们下面100个在等我们，一堆人在等我们，要等这个景点。哇，你带国旗耶？嗯，没错，很赞。你骑的舒服吗？是。大家都不快点了。大家都塞车了，超陡，90度。超美，你看那个山林，超美的，超赞的，啊！风景真是太漂亮了，呀呼！啊！上来就是鞋带要绑紧，然后抓石头的点，然后爬上来，攀的了，应该说是攀，有点攀半攀的感觉，就是石头路，太漂亮了。真美，走一下之前想要停下来看一下，转头看一下。蔡大哥 OK 哦，我可以啊。啊 ，OK OK， 快到了，快到了，快登顶了。这边好漂亮。手机掉在缝里面。真的假的？手机掉在缝里面？对啊。我以为他在捡登山杖，就是手机。所以有捡到吗？摸到。有摸到。不知道几层。啊。到啦，2180，上升了快300。冤嘴，花了大概几点？几点啊？11:04。不行。上来了。我们上来了，然后可是因为要拍那个顶端的摄影棚，要等很多人，所以我们等了将近快半小时，快一个小时，所以还是带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现在已经变白墙了，完全看不太到。你们要拍吗？来，我们要是用屁股匍匐前进的方式。你说哪个？你啦，我坐着啊，不是你吗？很僵硬吗？很硬。好僵硬哦。好啊，看你啊，你要看你要什么 pose。当完美是不容易的，可是真的要注意安全，就坐着走，用屁股匍匐前进的走。Please help me.